很好，我每天要吃上次药。非常好，好，运霞，请说，我昨天。我昨天去了两次两只。学校，两只学校，因为forget 我忘忘，记带，带我的书包。我忘记带我的书包。好，下一个字呢是洗脸，这个是你的脸，所以我们洗脸。秀丽，你每天大概洗几次脸？我每天，我每天大大概，概，我每天大概洗三次脸，我我每天大概大概洗。洗三次，三。失联。很好。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我洗脸。好，我每天大概洗三次脸。玉霞，你每天大概洗几次脸？我每天大概是洗脸一次、两次、三两次，只，两次脸，早上和晚上，很好，两次脸。两只脸。非常好，我再问双元，你每天大概洗几次脸？我每天大概洗三次脸。非常好，也是三次脸。好，OK，再来，下一个字是忘记。好，比方说，我忘记我爷爷的生日。好，我的哥哥忘记我的生日。好，请问双元，你记得老师叫什么名字吗？老师我。叫王敏威老师。哦，谢谢，你记得我的名字。哦，很好。请问双元，你记得老师的生日吗？对不起，老师，我不记得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说我不记得，你也可以说我忘记了。来，请说，我忘记了。忘记了。对，我忘记了，就是我不记得。好，我忘记了，我不记得，很好。好，我忘记了，就是我不记得，我忘记了，就是我不记得。非常好，好，那我们继续看这里，下一个。这个呢是上次说的一直，好，一直做什么？好，比方说我感冒了，昨天一直咳嗽 或者是哥哥昨天晚上一直看电视。好，这是上个星期我们说了一直，还有这个地方是外套，好，这边就不说了。好，来，起床，好，请问你一起床就马上做什么？As soon as you wake up，你就做什么？老师一起床就马上看手机。运霞，你一起床就马上做什么？我我一起一起床床就就马上马上用手机，用手机。很好，秀丽呢？你一起床就马上做什么？我我一起床就马上，吃 breakfast。吃早餐，吃早早，餐，对，我们刚刚学了三餐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好，三餐。双元，你呢？你一起床就马上做什么？我起床的时候，我一起床就得得得得，我们在练习一什么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。我一起床就，双元，我我。一起床就洗澡。我一起床就马上洗澡，我一起床就洗澡，非常好。下一个我们来看，这个呢是建议。好，比方说老师想去旅行，我不知道印尼有哪些漂亮的风景，你可以建议我去哪里玩吗？
那有人建议我，老师，我建议你去查理。老师，我建议你去 Jakarta。好，我想想建议，好，你们如果老师要去印尼旅行，你建议我几月去旅行？你建议我几月去旅行？双元，我建议老师。我建议老师，几月？一月、二月、三月去印尼旅行？你建议我几月去？你是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，好，没关系。你觉得哪一个季节最好？雨季，rain season 还是旱季 ，dry season？ 庄园。旱季吗？对，旱，好好。那旱季是几月到几月？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？什么时候是旱季？五月到九月。五月到九月，那你觉得老师五月到九月什么时候去印尼旅行比较好？九月。好，老师，我建议你九月去印尼旅行。来，请说，老师，我建议你。老师，我建议你。九月。九月去印尼去旅行。旅行。非常好，云霞，你觉得呢？你建议我几月去印尼旅行？我建议老师，老师三月去印尼旅行。很好，三月的天气冷不冷？云霞，常常下雨，对不对？还是还好，不常下雨。常常下雨，常常下雨，好，可是不太热，对吗？不太热，对，很好，所以好，我建议老师三月去印尼旅行，因为不太热。好，谢谢，这是建议。好，我们来看这边，请你跟我说一杯温温的茶，请说一杯，一杯温温的茶，一杯温温的茶。药很苦，请说。药很苦。很好，秀丽，什么东西很苦？药 and something else， 什么很苦？咖啡。咖啡很苦，很好。双元，什么东西很苦 ？Bitter。要喝茶。什么 ？Sorry， 再说一次。要。请进。红茶 ，black tea， 药和茶。我懂你的意思了。你说茶、药和 and 茶，对不对？对。很好，药和茶很苦。韵霞，什么东西很苦？黑色的。什么东西记得吗？有的很甜，有的很苦。巧克力。对 ，chocolate， 巧克力。有的很甜，有的很苦，非常好。下一个，我们看这边，请你跟我说油。薯条、炸鸡都太油了。薯条，请说薯条。薯条。炸鸡。炸鸡。都太油了。都太油了。你们觉得印尼菜油不油？印尼菜油不油 ？Oily， 秀丽，印尼菜油吗？还是很辣？印尼菜是什么？印尼菜，印尼的菜 ，Indonesian food， 印尼菜油。印尼菜很油，很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这是油。下一个我们学到的是好吃和难吃，请跟我说好吃。好吃，难吃，很好，这是我们上次学到的第十四课。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的 grammar， 好，就是第十四课的，好吃、好喝、好看、好听。然后不好的呢，来，请你跟我说难吃，难吃，难喝，
难喝，难看，难看，更难听，难听，难听。好，请问你觉得，我想一下哦，你觉得，咖啡好喝还是难喝？咖啡好喝还是难喝？双元，咖啡好喝还是难喝？难喝。咖啡很，咖啡很难喝。秀丽觉得呢？咖啡，咖啡，好喝还是难喝？好喝。咖啡很好喝，再说一次，咖啡，咖啡很好喝。非常好，你觉得印尼菜好吃还是难吃？韵霞，印尼菜好吃还是难吃？印尼菜好，很好吃。非常好，双元，你在打字吗 ？Are you typing？ Sorry, you're mute. Yunxia, you can mute now. I think I can hear some voice from. Okay, 好，双元还是秀丽？秀丽 ，can you mute？ What's me？ So weird. 哦，好了，双元怎么了？你在打字吗 ？Are you typing？ No。好 ，OK， 好。如果对，因为我刚刚看到你手堂在打字，好，有打字，你要跟我说，if you have a question, you just ask me, you don't need to type， 问我就好了。好，那双元，我问你，什么东西很难喝？你觉得什么东西很难喝？我觉得药很难喝，药很难喝，非常好。好的，那我们先来看这里。下一个呢，我们学过了好吃、好喝、好看、好听，难吃、难喝、难看、难听，这个是做什么你觉得很好。那这个呢是东西，还有好吃、好喝、难喝、难吃、难看、难听。好，我们上次问了这个问题，请问你觉得哪里的风景最好看？秀丽，哪里的风景最好看？ The most prettiest place， 最好看的地方。巴黎。巴黎的风景最好看，请说巴黎岛的风景。巴黎岛的风景最好看。非常好，你呢？双元，哪里的风景最好看？雅典岛的风景最好看。非常好，好，那这是我们上次学的第一个。那我们学了一个是好写 ，easy to write， 然后一个是 difficult to write。好，所以是好写难写。那这个呢是好做难做，好，很容易做。好，这个是台湾菜很难做。好，再来下一个是什么？这个很好画，这是很难画 ，easy to draw， difficult to draw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了这几个，好懂、好学、好做、好写，难懂、难学、难做、难写。好，来，我们直接看这里。等一下啊，我带你们看。上个星期，这个星期二，我们看了这三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请问，听说台湾的凤梨酥很有名，也很好吃，可是很难的的的。你想不想学学看？双元，这个是很难什么？很难哪一个？上面的哪一个很难？难吃？很难吃吗？这边是很好吃啊，他们说很好吃啊，不是难吃。这个是哪一个字呢？可是很可能。韵霞，这个可以是什么字？很难，很难做，很难做，非常好。你可以说很难做，很好。来，我们下一个，这包药又苦又难，得得得。可是如果不吃，感冒不会好。秀丽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包药又苦，这包。药记得吗？我们学过的 medicine 药，又苦又难，难喝，
好，又苦又难喝，好，你可以说难喝，那因为是包，包对不对？那我觉得用喝跟吃都对，好，好，你看这边哦，有一个吃，所以我觉得这边不能写喝，你要说吃。好，这包药又苦又难吃，可是如果不吃，感冒药不会好。双元，这双鞋子非常好，得得得，可以去运动，一定很舒服，非常好。好穿，很好，非常好穿。四，我觉得中文有一点难的的的。来，韵霞，这个可以说什么？难什么？我觉得中文 难怎么样？难学，对，我们会学中文，对不对？我们中文有一点难学，可是学中文的时候很好玩，或者是有一点啊，这边没有，我们可以学 difficult to understand， 难懂。好，我觉得也可以。好，比方说中文的 grammar 很难懂，好，也可以。好，秀丽，老板很生气，他问这杯茶真难，叭叭叭，是谁做的？这杯茶真难。茶非常真难喝，非常好，这杯茶真难喝。好，我们请大家来念念看这边的句子。来，韵霞，请说中文怎么样，然后牛肉面怎么样。中文很难写，牛肉很好做，非常好。双元，机车，汽车，难，来，请跟我说骑，慢骑，骑机车 ，ride a scooter， 骑机车。那功课怎么样？功课不好写，三声写，功课不好写，非常好。秀丽，游泳。游泳，难学，难学，不难学，很好。脸书好用吗？非常好。请问你们觉得脸书好用吗？ Easy to use。 双元，你觉得脸书好用吗？好用。我觉得脸书很好用。我觉得脸书很好用。很好。韵霞，你觉得脸书好用吗？我觉得脸书难用。很难用，非常好。秀丽呢？你觉得脸书好用吗？脸书是什么？ Facebook， 脸书 Facebook。好用。很好，我觉得，再 one more time， 我觉得脸书好用，很好，非常很好。对，我们说有两个字，好用难用，我们都会说中文很难学，脸书很好用。好，双元，我问你哦，你的手机好用吗？ Your cell phone， 你的手机好用吗？ Easy to use。 我的手机非常好用。非常好用，很好。秀丽呢？你的手机好用吗？我的手机很好用。很好。韵霞呢？你现在的手机好用吗？我的手机很好用。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看到的是这里，这边都不用了。好，下一个，我们请双元说豆浆怎么了？豆浆非常好喝。好吗？好喝吗？难喝。他觉得豆浆非常难喝。双元，你觉得豆浆好喝还是难喝？我觉得豆浆很难喝。非常好。来，我们再看，秀丽，请说臭豆腐怎么了？臭豆腐很难吃。很难吃吗？你看他这里，他说什么？
不能吃。好好，不能吃是他觉得不难吃，那很好吃吗？不一定，就 maybe so so， maybe not very good， maybe not very bad， 不难吃。好，韵霞请说香蕉。香蕉牛奶好喝不好喝？你觉得怎么样？香蕉牛奶好喝不好喝？我觉得香蕉牛奶很好喝。很好喝，非常好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看是第一个 grammar， 那第二个 grammar 看这里。好，比方说昨天是28度，秀丽 ，Can you turn off the microphone？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声音。对，等一下我会问你问题。很好，好，再来，今天是30度。好，所以今天的天气，今天的天气比。比昨天的天气热一点。好，昨天的天气，好，来看这哦。今天的天气比昨天的天气热一点。好 ，only a little bit， 热一点。好，那你也可以说什么呢？那如果昨天是23度。热一点吗？不是，热的多。好 ，all very very much， 热多了。好，比方说，这是今天的天气，那昨天的天气可能是这样子。哦，今天的天气比昨天的天气热多了。好，我们学过了，它比它高，它比它高。那我们今天是。今天的天气比昨天的天气热一点，热一点，因为2度，对不对？热一点。那如果是23度呢？热得多 ，more。好，如果是一点，然后还有 a little bit more， 然后再来说热多了。好，再来，狗比猫，你可以说什么一点？狗比猫的一点，双元，狗比猫什么一点？我们学过什么字？狗比猫很可爱。狗比猫可爱一点，来，请说，狗比猫可爱一点，狗。狗比猫可爱一点。对，你可以说狗比猫可爱一点，那你也可以说狗比猫大一点，狗比猫小一点。好，你觉得狗比猫可爱一点，还是狗比猫可爱一点？可能是你觉得狗60%， 你比较喜欢狗啊，你猫可能 40%， 狗比猫，那如果是 80%， 韵霞。这个怎么样？你很喜欢狗，那你可以怎么说？狗比猫可爱。多了。狗比猫可爱多了，非常好。你觉得狗比猫可爱多了，还是猫比狗可爱多了？秀丽，哪一个可爱？你觉得？狗。比，好，所以狗比猫。可爱一点，狗比猫可爱一点。双元觉得呢？你觉得哪一个可爱一点？狗比猫还是猫比狗？猫比狗可爱一点。非常好，韵霞觉得呢？哪一个可爱？狗比猫，可爱可一点，多了。很好。很可爱多了，好，所以你比较喜欢狗，狗比猫可爱多了，很好。好，这个呢是老板，他是老板，这个呢是我。好，来，请韵霞，不是韵霞，秀丽说，我比老板，请说，我比老板，我比老板高得多，高得多，高得多。好，这个也可以是我比老板高多了。来，换双元说，我比老板。双元，我比老板高高多了。
我比老板高多了，好，高得多跟高多了，好，差不多，两个差不多。好，再来，可乐比水，来，我们问韵霞，可乐比水好喝多了还是难喝多了？可乐比水还是一点？你觉得够？可乐比水？可乐比水好喝多了一点，好喝一点，好喝一点。好，那你真的你觉得呢，秀丽？可乐比水好喝多了，还是可乐比水好喝一点？啊 ，you're mute， 好，可能要请你开。嗯，可乐比水。好喝难喝？好喝，好喝 a little 一点，还是好喝多了？好喝一点，可乐比水好喝一点，很好。珍珠奶茶和可乐，来双元，珍珠奶茶和可乐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双元 bubble tea， 珍珠奶茶和可乐。什么比什么好喝一点，还是什么比什么好喝多了？双元，茶好喝多了，很好。珍珠奶茶比茶可乐好喝多了，哎，还是可乐好喝？珍珠奶茶比可乐好喝了，好喝多了，好喝多了，很好。韵霞。珍珠奶茶和咖啡，哪一个比哪一个好喝一点？咖啡比珍珠奶茶好喝一点。非常好，很好。韵霞，豆浆和牛奶，什么比什么好喝一点？豆浆 soy milk， 豆浆和牛奶，什么比什么好喝一点？韵霞，对，牛奶。比豆浆好喝一点，很好。秀丽觉得呢？哪一个？豆浆和牛奶？牛奶比豆浆，好喝，好喝一点，好喝一点，非常好。好，你觉得饭还是面好吃？那你可以说饭比面好吃多了，还是饭比面好吃一点？双元，哪一个比哪一个好吃一点？我觉得面比饭好吃一点。非常好，秀丽觉得呢？我觉得面比饭好吃一点。非常好，很好，我们来看这里，第一个，好。用电脑学中文和在教室学中文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学？好学。好，这个问题呢，我给秀丽，等一下请你 typing in Chinese。好，等一下在 chatting box 打字。好 ，chatting box。对。好，然后第二题，骑机车骑五分钟和坐公车坐二十分钟，对不起，我再加个坐，什么比什么好？怎么样呢？这个是韵霞写这一题。好，那双元写哪一题呢？双元写妹妹唱歌和姐姐唱歌。好，这个是双元。好，都要打字哦，我等一下给你们。好，来。你们现在可以先休息，等一下我要请你们三个人在这里打字。好，你要打什么呢？比方说感冒的时候打针比吃药快得多，所以什么比什么怎么样？那像第一题，用电脑学中文比在教室学中文，然后说好学的的的，还是在教室比用电脑好学，哪一个多了，哪一个少了？好，所以一个问题就好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然后第三个是双元。
等一下要请你们在 chatting box 帮我打字，很好。好，如果你打字打完。